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《王者荣耀》复活时间有什么样的规律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二级之前，这个如果是死亡的话，我们这个默认的复活时间是十秒。之后，随着我们经验的提升、经济的提升，然后这个级别越来越高，我们的复活时间也就等待的越来越长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二级之后，随着级别增加，每增加一级就提升三秒。你看这个，刚才这个杨戬死亡时间就是13秒的复活，然后每提升一级就是3秒。所以我们到了后期，如果一次死亡很容易就被对方翻盘。